历代志的家谱经过细心的编排和筛选，从亚当开始为我们循序展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现在让我们一起先来解锁犹大支派以外的其他各支派。首先让我们来看西面的后裔，这一段叙述了西面支派的地业，并且突出家族的发展。从地图上看，西面支派所得之地位于犹大支派领土的西南部，包括了位于最南端的别十巴。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讲到他们的地界范围，采用了约书亚记十九章的内容。历代志将地业、所得的地业这些表示主权的词有意改为住在、住处，以强调他们是当地的居民，更适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政治环境。三十九到四十三节说到他们土地向东变迁，西面支派以放牧为主，需要四处寻找可供牧羊的草场。漂泊的生活以及与外族的冲突，使得他们的人口逐渐减少，后来逐渐被犹大支派吸收。接下来讲到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从南往北分别是吕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特别的是，作者在五章一到二节先从神学的角度阐释了吕便、约瑟与犹大的关系。吕便按出生顺序应该是长子，但是他因为与父亲的妾毗拉同寝，所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此长子的名分归给了拯救以色列全族到埃及躲避饥荒的约瑟。他得着双份的祝福，因此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分别成为以色列的两个支派。而创世纪当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君王的祝福，则给了犹大。约旦河东岸两个半支派所得的地业，在圣经中有时统称为基列和巴山，土壤肥沃，牧草佳美，农产丰富。这片富饶的土地吸引了这两个半支派。当以色列人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后，他们便向摩西请求留在当地，不要过约旦河进迦南。摩西因此责备他们只以经济为考量，不顾弟兄情谊，破坏全民团结，更违背神的计划。两个半支派又提出新的建议，将妇女儿童留在河东，所有男丁则与其他支派一同过河征战，而且自愿担任先锋，直到征战结束才回来。这都记载在民数记三十二章。这件事若单从冲突管理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处理圆满，妥协带出新的方案，谈判中有新的创意，结果双方都可以接受，两个半支派也都信守承诺。不过人可以接受，却未必符合神的心意。在这段故事中，没有看到任何人向神求问，而神也早已明确启示应许之地的所在，只是人的软弱使神的命令打折扣。这些支派的做法再次已埋下祸根，成为后来世代的祸源。在历代志上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了这两个半支派的结局。他们入境随俗，去膜拜当地的神明，悖逆耶和华神的心意，
结果首当其冲，被掳到外邦异地，从此分散各处，再也没有归回。二十六节的普勒就是提格拉皮列色三世，他于公元前745到727年做亚述王。普勒是他的巴比伦称号。他运用外交手腕取得了巴比伦的统治权。他比以往的亚述王更有野心和军事能力，不仅扭转了之前的政治弱势，而且进行军事改革，不断地扩张领土，消灭了北国以色列，掳走十支派的百姓，分散在亚述帝国境内。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有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利未家谱位于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中间，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章。利未有三个儿子，首先介绍的是二儿子歌侠的后裔中大祭司的家谱，摩西、亚伦、米利暗都是歌侠的后裔。亚伦是首位大祭司，因此大祭司都从他而出。其中撒都是大卫所立的祭司长之一，他在亚多尼亚篡位时忠于大卫，支持年幼的所罗门作王，任职大祭司。在以西结书里，神在异象中启示的新圣殿，特别提到侍奉耶和华的祭司是撒都的子孙，可见他的忠诚被神看重，世世代代都被神纪念。之后有几位重要的大祭司，包括希勒家，在约西亚王时期参与重修圣殿，并发现律法书；希莱亚，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亡，圣殿被毁时被巴比伦人杀害，他的儿子约萨达被掳去巴比伦。文士以斯拉也是撒都的后代。六章16到19节首先简述歌侠的儿子、格顺的儿子及米拉利的儿子，到20到30节再分别详细记载。在所罗门圣殿建立之前，大卫就已经设立了敬拜制度。利未三大家族的首领，歌侠族的希曼、格顺族的亚萨和米拉利族的以探，领导众弟兄在圣殿中用歌唱和各样乐器敬拜神。利未的后裔散居在各支派当中，这是神的吩咐，也与他们的历史和特殊的职分有关。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这段家谱先记述歌侠族亚伦子孙的城市，然后是其余城市的数目统计和详细叙述，共计48座城市，分散在全以色列境内，被视为律法中心。其中有6座陶城，约旦河西有希伯伦、示剑、基迪斯，河东有戈兰、拉莫、比西。当归纳完十二支派的家谱，作者就转来记载被掳归回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强调一个以色列全族的观念。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诚意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归回之民不但有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还有以法莲人和马拿西人为代表的北国以色列人，并再次提到祭司、利未人。9章10到13节的祭司名单，在时间上接续6章1到15节，显示被掳后的历史与之前仍然是一脉相传。
17-34节讲到利未人的侍奉，包括他们要守门、团队侍奉、分班合作，他们要管理圣殿的器皿，包括所有献祭以及圣殿内圣礼的礼器，也要管理圣礼的材料，包括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等等。他们当中有负责圣乐敬拜的，不做别的工，专职敬拜赞美神。作者关注以色列全族，在这一部分按照北部与中部支派交替的结构来记述，并且在最后突出了扫罗的家谱。扫罗的家谱虽然并非重点，但是也借此表明了曾经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的扫罗在历史上的地位。承先启后，引入接下来大卫作王的主题。看完这么多名字，我们不免会问，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家谱？我们不妨从一个小小的文物来思考一下。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近东地区的人们就会在小石头上雕刻字或图案，作为身份的象征，这就是图章。经过长久的演变，形式多样，从圆筒型的图章到邮票型的图章，最大的不超过5厘米，可以串在项链、戴在手腕或镶在戒指上。它们被印在容器和陶器上，今天在许多陶器的碎片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有时候它们也被印在粘土块上来封住信件。每一个这些小而精巧的图章在古代的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从法律和行政功能发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如何在这些图章中辨认哪些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呢？人名是最好的参考。以色列人的名字与其他民族有鲜明的对比，例如人名的前缀或后缀常常有代表耶和华神的缩写。另外，他们的图章也不像其他民族有雕刻的偶像。这是一个印有属于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的粘土印章。当初巴路宣读耶利米的话，就在文士基玛利亚的房间。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放火烧毁大卫城的时候，这小小的粘土印章在烈火之下却得以存留。家谱中的每个名字就好像这些图章，是活生生的见证，生动地向我们诉说着一个一个平凡的故事，但是又真实的永远被神纪念。这些名字不仅拉近了被掳归回的百姓与他们的祖先一脉相传的记忆和互动，同时也为今天的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梁，帮助我们体会到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而且让我们可以展开信心的翅膀，回到古以色列人的场景，看到神在每一个故事中如何临在当事人的生活里。今天神也要透过历代志向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今天的脚踪成为明天的历史，一起参与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播种国际事工邀请您与我们携手前行，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了解更多详情，请洽播种国际事工。